哇，今天我们来开箱这两款超酷的数码宝贝氛围夜灯。我们先来看牙骨兽，触摸开关键，进化的阶梯依次被点亮，逐步蔓延到四周的火焰特效件，仪式感瞬间拉满。有三档亮度可以调节，牙骨兽摆出战斗姿势，无限战力蓄势待发，相当的帅气。再来看加布兽，依次点亮的是蓝色的火焰，战斗的烈火熊熊迸发，定格的是加布兽张牙舞爪的瞬间，好像下一秒加布兽就要使出绝招了。高约18厘米，简直就是手办级的大小和做工了，喜欢数码宝贝的小伙伴们闭眼冲。